钱，因为太不爽了，爸爸又买了全世界，全世界，你知道全世界多大？唯一的一条就在我身上，伯爵的，看到没有？超大颗的，你们那个叫做有钱，是一碗也不过才18.6万，我吃德芝粉也可以吃成这样哦。你们平常都点什么东西粉圆对吗？就是一小碗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真正的有钱人是怎么吃东区粉圆的好吗？就是这样的大碗，我就是直泡在东区粉圆里面，懂吗？你看啊，喵喵喵喵，啊喵喵喵喵，啊喵喵喵喵，这些都是粉圆，东区粉圆很好吃哦。要吃就吃这么大碗，你们现在那么小碗的什么香香味？大碗，我就是一个小孩，但是我是这样大碗，吃一碗也不过才18.6万，我吃东区粉圆可以吃成这样哦。而且吃完就是肚子很胀，我整个肚子。